很扯哎、欸！今天那个央视的主播竟然说弯弯回家吧，拜托，让弯弯台妹关关回答你。香香一回家就被家暴，弯弯不回家。对，弯弯看到香香被家暴，看都看到怕死了。弯弯谁要跟你回家？对，所以央视有个主播说弯弯回家吧，那关关就回应你，弯弯不回家，香香被家暴，请你停止对香香的家暴。哦，现在一大堆，对，现在一大堆人啊，弯弯不想被家暴，对啊，现在一大堆人在线上说我回答得很好，然后香香也就是香港，香香被家暴，对不对？香香被家暴，你还好意思叫弯弯回家？好了，我今天感觉来骗流量的。哎，但我有多少人上线？我有600多人上线。我看哦，我来顺便跟大家聊聊，跟回答问题。弯弯已经18岁要独立，哎呀，关关不止18岁，早就独立了。好，现在大家玩照样造句吗？那星星，星星新疆是什么？星星被监控，然后西藏是什么？西藏也是被监控，星星跟西西都被监控，然后香香被家暴，所以弯弯不回家。弯弯看到西西、星星跟香香，看都怕死了。而且弯弯不喜欢爬墙，弯弯喜欢有网路自由，谁要跟你回家没有网路自由要爬墙啊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好好哦。